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吉他手嘛，弹奏各种不同的吉他的时候，使用 A6 这款耳机，不论是在听音乐或是在录音的时候，也带给我非常精准的 attack， 然后每一句呼吸的强弱，可以很仔细的去聆听吉他的每一个语气，整体 groove 的感觉，可以意识到哦，原来这个地方可以更怎么样一点。然后，但是有时候这个细节是一般的耳机没有办法给我的。在录音的时候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佩戴，所以耳机的舒适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这款耳机不会有异物的侵入的感觉，所以它能够很服帖的耳朵，戴起来很舒适，拿下来的时候也觉得不会觉得说好像耳朵被撑大的感觉。 A6 这款耳机最棒的一点呢，就是它的隔音非常非常的好，我可以很专心的把自己沉浸在这个音乐的氛围里面，好像一个整个乐团，整个音乐就直接在我的脑海里面播放。 Fender 这一次除了各种不同颜色的耳机，我觉得蛮清朝的，我喜欢红色这一款，因为它有点像钢铁人的质感，